挑碗，挑剑，斜行侧劈对方的手腕，封住他可以移动的位置，同时避开对方的剑锋，不要停留在他附件上，而不是直线性的冲过去砍劈，同时把身体送给对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这动作要领，身体第一个要先斜行，然后避开对方剑锋，再来发动的位置，挑与劈下去的动作，让它斜行掉，让对方无从判断它是直劈还是斜劈，减少对方反应的机会和空间。同时进入的时候，这个斜行步要果断明确，避免停留在危险区域。来，以下为错误示范，为了安全，我们改用安全键，避免危险性的发生。当我今天进入的时候，鞋型不足，直接上来通常变补鞋状态。那在如果我鞋型的时候，剑不走偏斜，其实会也是补鞋状态，而且对方来得及反应。但如果今天偏斜，刚好从角度进来，它就效果会好很多。这样子，从这角度滑入，让对方给他直劈，在这里鞋型换这个角度过来。但发动的位置跟攻击的位置中间产生成像。